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觉得这个超岛真是自由潜的天堂。今天我们上岛的第二天遇到了那个我们芭提雅的一个朋友阿杰，这是阿杰的皮卡，今天被我征用了。这个福特皮卡跟我那个丰田皮卡应该差不太多吧。我还真用不好啊，这个盖怎么打开？没事儿。怎么意思？今天咱有车开了，走。哇，太好了。那我去后面坐吧。你去后面坐吧。我坐这个。那个对，把这装备就放在我旁边就好了。对，放这里边吧。对。这后盖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呢，我。来。来给我。关。我放后备箱，你坐那边。我不知道后备箱怎么用。抽一排了，怎么？是我们今天第三次自由潜水的潜点啊，这个地方很帅，哇，好美啊！看这边多漂亮啊！素一张而已。哎，真的不错哎。Jessica， 菲欧娜，真的菲欧娜，真的很美这里。对，超级美。嗯。
好奇怪，你看那边。嗯，对对对，你看那边。大家好多人都顺着那根绳子爬上去，然后从那个地方这里住，真是真的下不来了啊！你们向后。太美了，这地儿。啊，你看前面这个海里边这块岩石，这上面有个绳索，然后在这里爬上去，然后在这里去跳下去。Jessica， 一会儿要不要尝试一下跳水呀 ？No， 害怕。要不要？周哥跳，周哥跳。嗯，有点高哎。
这。夏天的风。